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哇，这多少啊？这投石机都搞不过来啊！啊，我开错了吗？哎，我操，我开错了！开错了，开错了，我去，开错了！等我再搞吧，那等我再搞吧，等我再开个弹幕的。开错了，我去！接着炸，接着炸！太难了，我卡都动不了了。我都有点卡，我不卡。估计你可得跑远一点，你电脑要爆炸了。没有用，我试过跑也没有用。赶紧溜！我他妈那 PVP 一百人的多少僵尸，多少死虫。这地基都快被砸掉了，我空了。剥皮主机，剥皮。打的全都是烟呐，全是烟。烟雾缭绕的。爆炒僵尸。这些投石机是全部掉血了，投石机为什么会掉血？因为放的是爆弹。地上多少包啊，这包全物资啊，全是物资。这多少物资啊，真的好想捡一下地上的包，这最起码几百个包，死一个僵尸掉一个包，里面全材料。
我是真想捡这包啊，我是。为什么不安排死士过去卡包？死士，你这个词语用得好。一挂就是死了，别过来，我出门出不来。材料无限多，僵尸已经死了很多了，死了很多了。你们先把那个分解机修一下，分解机可以修。强行修一下分解机，转一下。分解机已经修了，哇，地上全包，包都堆起来了，包都快堆成山了，死了很多了啊！你们给我留点营养材料啊！够不够的？这一波十包将近2000，是吗？都已经13天了，15天差不多，咱们10个人全满，基本全满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是。行了，打完饭。雷管的伤害。绝你吗？谁有香肠？给我香肠。在下面。还有这么多，被炸了吧？阿杰，你别弄那一块了，没就没了。给我香肠，给我。先把人杀了。这他妈！这一波用了600发石头的，完了300那个爆炸的，300发爆炸，嗯，完600发石头，600-700发石头，600-700发石头，啊，
来来来，宵夜宵夜。好了，48外卖十份啊，弹幕的，然后弹幕发的越多，中奖几率越高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捡了多少个研究资料啊？应该捡了很多吧？没弹药了吗？差不多满了吧？几千个吧？我都没点技能，我都几千个材料。技能满了吗？几千个材料，我去，真的几千个。无敌呀、啊！你一口吃，你能一口吃，我他妈我吃你的屎！啊，后面有个在投降，墙里了。今天就在里面。里面一个黄的，黄皮，我操！黄皮，家里，我给你拿了。直接开门，直接弹药停吧，弹药停吧，可以人来解决了，最后几只了，门被开了，我们去。阿杰，你那个浮空墙，那个是不是木头的？门被拆了。不是，他那个石头是防烧，然后生铁在防炸。不，你看，真没有防烧，都掉下来了。我靠！地板是木头的。哦，这边全掉了是吧？哎，没有，不需要这边了，这边不需要，没事。前面能打到，他同时能把前面打到，就他妈你是黄皮，就他妈你是黄皮是吧？黄皮，我靠，黄皮。就他妈你是黄皮啊！都没了。因为大肉，你那个要强化，那个地板你要强化的。你除了地板强化，那个地板也。没看到烧啊？烧了。好。没事，当时阿杰再弄。赶紧去弄石头吧！我天哪，投石机没弹了。你杀，赶紧杀，不然吸引不住了。完了，要掉，真的要掉大肉。掉了，还有一个马上要掉了。大肉没掉。算了，最后一个一击了，马上掉了。在烧？他没强化。对，看图上。你从下往上看，从下往上看。哦，有火。掉了，肉掉了啊！可能你把那边拦一下，接一下就。会不会赶紧过去做 BB？ 赶紧把这个绞肉机做一下。我来修。哎，为什么家里的一些手套啊、收视机啊全没写了？不知道。因为炮弹。不知道。炮弹，快！
哎呀，我操！那边也开始烧钱了。锤子这么猛吗？他天加的天赋，这他妈的这里都在烧都在烧下面地基都有火，我给他断开了，断开啊、哦、不断开的火会连上的，这火会无限烧。生成铁满了吗？生成铁的这烧不动了吧？对，对，铁的生成石头就烧不动。这是石头？不会烧。没有，它那个下面是木板，那个地板是木头的。哦，地板是木头的是吧？哦，地板没生。对。地板没生，那没办法。那好吧。搞定，轻轻松松啊！过这些石槽，轻轻松松。那好吧，今天的游戏就暂时玩到这了，好吧。